惩罚。他们将上演的是消失的房客，他们将会在观众面前直接消失。到底怎么消失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呢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看到的和这个镜头里面出来的不是一回事了。对，真可，回家之后再演。哎，回家你去哪儿了？我在那儿，在那儿啊。对，来，再来一个，预备，走。现在希蕊只有一个头，还有杨子只有个头在飘着。重点是彭越的话筒是飘在空中的。好，谢谢，辛苦。哦呦呦。那么我们的领舞就是蒋欣同学。好，辛苦大家，谢谢，来掌声。